玄奘菩萨赞。广大如虚空，解经第一，论义第一，破邪显正，理事圆融，无量劫前大愿将成满，玄奘菩萨摩诃萨。开示法界根本心，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又名真如，无人无法无我，随应能生万法，一切有情皆由此心，大圣菩萨依此心毕竟至于佛地。中国佛法正义从此习，大师翻译讲学解惑造论，开启禅宗教下曙光，破解分宗立派迷思，支持宗门一花开五叶，唐宋禅法起盛世。处理圆满法教在中国，
遭成为世论，辉映于伽师地论，正成第八阿赖耶识。中国一圣者，承担末法事业，常在人间兴圣教。我辈生死永相随。金翠一场一万人，千古一轮成为师，万代宗门显归依，虚空幽寂远无穷，万代宗门显归依，虚空幽寂远无穷。让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龙翔辉老师以及徐慧琪艺术总监所率领的风雅颂古筝乐团的精彩表演。龙翔辉老师退休前任职师大附中，长期指导学生参加各类语文竞赛、诗词朗诵吟唱比赛，获奖无数。徐慧琪总监是两岸三地知名的古筝演奏家、教育家。徐总监所领军有30余年历史的风雅颂古筝乐团，已连续15年获选为桃园市杰出演艺团队。听着龙翔辉老师以及风雅颂古筝乐团所演出的《玄奘菩萨赞》，动人心弦，仿佛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到1300多年前的大唐盛世，亲睹玄奘大师不畏艰难，西行取经，九死一生，西回600多部经典，开定当时中土佛法争议。从此，中国也齐备了释迦如来三转法轮的经论。而后玄奘大师专注致力译经大业，后期完成著述成为世论。各位现场的嘉宾以及我们 B1 展演厅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前来参加正觉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平实导师旷世巨作《成为世论释》新书发表会暨佛法大业论坛。我们今天这场盛世的主角，也是当今佛教界位居执牛耳地位的平实导师。平实导师于1990年明心并且眼见佛性后，有鉴于末法时期外道猖獗，横行于佛门之中，正法日渐衰微，遂发悲勇，誓愿度众，乃于1991年仲夏复出弘法度众，继而一肩挑起荷担如来家业。
30多年来，平师导师带领着正觉大圣圣义僧团所弘传的第八世如来藏妙法，涵盖三转法轮，乃承继自释迦世尊正教，也与玄奘大师所楷定的八世论宗旨相互辉映。正如玄奘大师所言，若不吹邪，难以显正。平师导师正是破邪显正的力行者，端正邪说，正本清源，从无退缩。与此同时，讲经、著书、立论从未曾停歇，所完成的著作至今已有170多本，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今天平师导师的新书《成为世论士》这部巨作的问世，即如同当年玄奘菩萨威震五蕴一般，平师导师诠释注解这部大论《成为世论士》，同样将慧光夺目，震撼此代佛教界，佛法的甚深智慧也将在娑婆世界流传在万年。今天我们有两位贵宾来到现场，首先第一位是故宫博物院钟子莹博士，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钟博士的莅临。钟博士是故宫南院常设展的策展人，去年故宫南院的《法华经》及其美术特展呈现了《法华经》的庄严与艺术之美，钟博士即是策展人。第二位是吕庆龙博士，让我们也热烈掌声欢迎吕博士的莅临。吕博士退休后依然活力满满，并经常发挥创意，非常感谢吕博士以及钟博士共襄盛举我们今天的盛会。好，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大家还记得吗？大约一年前，也就是去年2022年的5月15日，我们千年一脉从佛陀到玄奘系列讲座的首场就是在这里举办。当时两位主讲老师为我们讲述一个历史上的伟大史诗，也开启我们之后一场又一场的巡回讲座。今天我们又回到国土，同样是首场的两位主讲老师来帮我们圆满呈现此事最关键的《成为世论士》新书发表会暨佛法大业论坛。首先，第一位是陈介元老师，掌声欢迎陈老师上台。陈老师是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前董事长，也曾经担任士林地方法院法官。第二位是郭弘毅老师，掌声欢迎郭老师上台。郭老师拥有台大电机系硕士学位，也在科技界服务超过了25年的时间。两位老师请就坐。现在台上的两位主讲老师分别具有各自专业领域，虽然背景不同，然因随学平师导师多年，乃是义学专家，在佛法修正上有深刻不凡的体悟。两位主讲老师今天将会如何带领我们来认识平师导师，以及介绍导师的新书《成为世论士》呢？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陈介元老师以及郭弘毅老师。好，时间交给两位老师。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嘉宾大家午安。一年后，我们从
玄奘文化千年录七集影集，还有八场的由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的清教师来深入浅出的带领大家了解玄奘菩萨。刚刚听到龙祥慧老师还有风雅颂古筝乐团所演出的玄奘菩萨赞，我想在经过过去这一年对玄奘菩萨的更深入的理解，应该在龙老师以及风雅颂的带领之下呢，大家都更能够深入的了解到玄奘菩萨一生的行仪，一生的志业，也能够理解到唯有这样的气势磅礴的一首赞，能够来彰显玄奘菩萨在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佛教界的他的伟大地位。那么一般人理解的玄奘大师呢，那就是一位易经的专家，因为玄奘大师呢一生的著作那这个慈恩传啊，他是写玄奘大师一生的这个过程。另外《大唐西域记》呢，基本上他是跟佛教没有太深入的关系，那跟玄奘大师其实也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大师的著作呢其实就是一本成唯识论，可是成唯识论呢一直到今天一千多年来的中国跟日本的佛教乃至佛学界呢对这部论都非常的重视，只可惜这部论从来都被错解了。因此平时导师注释这一部论呢，它在佛教历史的重要性就在此彰显。那么我们今天来举办这一场成唯识论志的新书发表会呢，刚好就承接了我们过去一年对于玄奘大师的这个种种的丰功伟绩的深入了解，然后总结在成唯识论，并且由导师把它注释出来。我想郭老师呢他跟随导师平时导师学法也有二十几年，所以对于这个成唯识论呢应该也有相当的了解。这部分是不是请郭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是，就这部论呢本身呢算是说玄奘大师以他自己的正量来写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来说中国人会想我们就是一些思考，将佛法当成知识，是后来禅宗来了以后才很清楚有的实证。可到底实证的高度是什么？实际上玄奘大师就已经把这个说明了。他弟子窥基后来在成唯识论述记
就是呢，技术大师的话的时候，忍不住透露了一点，就是关于呢正德根本无分别智以后，会有厚德智的继续修学。那厚德智继续修学，是不是可以抵达呢？禅宗之比较难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圣位，就是等于进入修道位呢？玄奘菩萨当初呢，跟窥基讲的是，这个呢有八种事的话，这八种譬喻实际上是八种现观。这现观是等到后来平时导师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的。在这述记上呢，窥基就老老实实就写，就第五第后，就是说这八种现观是要等到你是第五地圣位才有办法知道的。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话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佛法呢是可以在中国人展现出呢一个呢圣位菩萨的高度，以及呢透过这样的修学，我们可以明白说玄奘菩萨实际上呢也跟动了衔接未来佛所留下的一些的文字。这怎么说呢？就是呢包括在文献上也呢出现，比如说等于说以前的文字的时候留给呢大师发挥的空间，让玄奘大师以他的正量可以很清楚的做出抉择，这个是很困难的。一般来说大家对于呢稀土西方的这个呢圣者所说的话就是全部领纳，可是呢玄奘大师做了必要的一个调整更正，这就是在玄奘菩萨传里面赞里面所说的论义说法，就是在指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是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空前的，针对教下的这个文字做了必要的一个修正，这个某一个程度上几乎是后无来者。好，那我们再请说这个呢，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呢只是第一集，还不是呢全部十集圆满，那这样不知道陈老师您的看法。我想在座可能也许有人还不是很清楚啊，就是《成为世论释》呢，它的出版方式啊，是平时导师先在正觉讲堂对讲堂里面的已经破参证悟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增上班的菩萨呢先宣讲。然后讲完一集的分量才出版，因为目前所知道的是总共是有十集。那导师从去年讲到现在呢也大概差不多快一年，所以如果说是认为说应该是要十集全部出来然后才办这个新书发表会，那等到第十集距离第一集出版那就已经十年了。好，所以到底还算不算新书？还有就是说可能有人不晓得有这本书出来了，结果当他知道说有这本书一次他就要买十本，每本都是400多页，然后那个字是12号字，跟一般的书比一般的书字体还小，那我想一般人一下子可能听到看到这个一下10本书可能就吓到了，不想买更不想看。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在这第一集即将出版，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说它很重要，因为过去的人包括窥基虽然有注释成为世论述记，但是呢因为它是文言，对我们现在人来讲阅读有困难。另外就是说窥基大师他述记呢
搜罗很多的资料，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做说明。所以我们在阅读书籍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会比看成唯识论呐、还要更吃力啊，会有这个情况。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这本书虽然一本一本一年一年出，但是它值得我们再三的研读。所以在这第一集啊，我们就应该要办这个新书发表会。不晓得郭老师对我的看法、觉得怎么样？对，就在佛法上呢，能够有这样的高度的书籍是很困难的。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呢，包括说呢，引导证悟啦，或是说对于这个佛法的大圣义理要做一个阐述，在以前呢是比较有一些限制。但是呢，平时老师出世弘法以来，就是以大量的文字，然后不断的将这个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然后呢把它铺陈出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人类史上、文明史上，甚至呢世界哲学史上是很大的攻击。如果以纯粹知识论来说的话，如果以证悟来说，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这是实证的，唯一实证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法门。对于呢有涉猎过西方哲学的人都会清楚，西方哲学第一个就先卡在到底是心还是物。那呢不管他用一元论或是二元论或是怎么去综合，都走不出来。即使呢他们呢后来呢想办法，那找一个无意识的、或是潜意识，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个根本不是六识可以解释的，尤其意识心是没有办法来解释世间的许许多的现象，根本也没办法解释生死之间的现象。那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求助于佛法，但是呢又不是很清楚到底佛法主张的是什么。其实佛法主张就是八识论，就是玄奘菩萨所弘扬的一切法唯识的义理。在这个呢不管呢谁呢去呢从二圣的教理来看，二圣法也是依于这个儒，然后呢这个儒就是真儒，也就是说都是要呢理解这个儒或是信受这个儒，而大圣是直接亲证这个真儒。这真如就是我们会在这里一直提到的，就是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它突破了世间一切世间堕在呢三有的一切众生，以及二圣的圣者都没有办法企及这个高度。那因此今天呢，我们站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点，是应该把这个呢这么重要的注释呢推陈出来，让世界知道说，原来呢文明上有这么样的不可思议的实业诞生了。对，然后再来是呢，可能有人会问，那不是新书发表会的时候会有作者在场吗？那怎么只剩下我们两位？那是不是陈老师来说明一下？这个平时导师呢向来就是非常的低调哈。如果您要说，除非您是有到正觉讲堂呢去听过平时导师这个周二讲经呢、否则呢你看到的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投影片那个第一页看到那样的导师的侧影背影，说实在的哈，那个投影片啊，不知道的人可能会问说，那你这个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照片吗？平时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师，好，非常的低调。所以其实这个新书发表会呢并不是导师想要办，而是我们作为导师的弟子、导师的学生，我们觉得这部论太重要了，
我们觉得说能够这样子在玄奘大师完成这部论之后一千多年来能够真正把这个论的真意讲清楚的这么重要的一本成为是论是值得向全部的佛教界乃至说值得向全世界来告知这本论要出来了。所以虽然说是由我们两位导师的学生呢来代答啊，但是希望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介绍当中呢能够把导师所要所导师在注释这本书所表达的意思意旨啊能够阐述于一二啊。好，就说成为是论的高度实在是太难了，然后文字又很精简，比如说呢他讲这心和境的关系，那一般人可能会听过这叫心外无境，然后呢就会按照字面来解释，但解释这一句本身就很困难的。实际上一切色呢都是藏式的影像，就是你又去查藏式影像你就会知道包括气世间的所有，可这样的话呢到底是有境还是无境，为什么又说心外无境等等，这意思实际上呢都是要回到八识的正理。那有了呢玄奘大师的这个造论，那阐述以后理论上大家应该知道，但是论太深，所以就有平时导师把这个做阐述。你若从第八识来说，第八识如来藏出生一切诸法，所以没有一个境是在第八识之外的，所以呢它之外没有境可说，一切呢最多你人说在它表面上现起。那如果从意识觉知心来说，只能够呢领受呢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个呢内相分境，从来没有办法触及到这个呢外五尘。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觉知心永远理解的实际上都是呢四心之法，所以呢没有境可说。因为真正的实体的境是什么，实际上还是呢第八识所变现出来的影像而已。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心外无境呢就是呢要用这样的圆满来解释。那像这里的解释也只有一二，要等到呢您看到呢平时导师的注释以后你才能够更加的深入。但是这几个字就这么困难解释，其他就不用讲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说就是说 回顾整个玄奘大师去造论的一个时代背景来说呢，中国佛法有它的困局，那我们是请陈老师来说明一下。我们就先以比较短的时间来帮大家复习一下前面我们在八集的这个千年一脉，从佛陀到玄奘所告诉大家的这个玄奘大师他的这个行仪跟事迹哈。那么必须要了解的就是说玄奘大师为什么要去西行去取经，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当时在中国的佛法呢已经出现了困局。好，我们在投影上面呢有列出了三点啊。那我想我就简单的以这个唐三藏这个慈恩传里面大师的一句话一段话来说明当时的情况啊。大师说双林一位之子分成当现二场，
大圣不二之中，西为南北二道。就说明了说，当时在中国的整个佛法的这个修正跟理论呢，其实是混淆的。就像我们投影上面最下面写的，大众法师疑惑无数，无可抉择，陷入了哲思啊。所以大师取经的原因，就是为了要解决当时在中国的困局。这本我想郭老师应该有很深的体会呢，由郭老师再帮我们补充。在八九式的这个论辩上呢，因为呢有真谛三藏法师他的翻译，然后他的翻译，因为实际上大家也不知道他的所本的范文，那于经也不可考，但是根据于伽师地论，我们大概知道说呢，他的翻译并不正确，也就是说他把第八式切割成两个，一个是属于呢污染分，一个属于清净分。他把这清净分呢定名为呢阿摩罗式，就是无垢式。那我们知道说，实际上呢如来只有说八识，而且呢八识呢本身第八识就有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可以圆满成就世间一切诸法，不管是染污清净都在里面的，那不会说清净的各一块，然后呢不清净的各一块。如果是第九识的话，佛法就应该实证第九识啊，应该我们所读到的大圣经典就应该呢说明呢怎么去实证第九识，应该从见到位就开始，但是没有，见到位永远证真如。那如果说真如不是呢第八识的体性，那这样你也不用去证第八识阿拉耶识啊。所以呢怎么说呢，都知道说这第九识呢它本身呢它的来源史料以及经论都是呢颇受质疑的。那这些问题呢当时候并没有解决，因为呢真谛三藏法师呢他的门生以及呢他的流通的书籍，不管是译著或是呢可能是他自己造的，这个数量并不少，所以呢给中国人带来一个困扰。另外是之前在呢南院北院他们呢同样一个地方所翻译出来的各执一词，所以变成说真如和阿赖耶识又分出来，这种情况下确实呢在还没有办法有人呢可以呢以圣位之资来指导的时候，大家就不清楚到底实证是要实证是真如呢还是阿赖耶识，还是你第九识，还是有其他的，比如说如来藏，因为如来藏中国人是接受的。在这种呢多说的情况之下，变成众说是纷纭的。后来呢中国在这种情况的时候调整成什么，最后是大家各有立场，各有立场的话呢等于就是你说你的，但是我们不会再呢当面吵了。那可是这样的隐藏的话，变成中国实际上呢在教下的话呢是分裂的，所以逼不得已这种情况下只有呢等待圣者取回经教翻译出来，做成呢一贯统一的一个说法，那这样呢就是大家才会完全抵定。那玄奘大师呢不仅完成这个工作，而且他还照这个成为释论，把呢他所的知道的以及所实证的显露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这部论的话是知道说解决掉中国佛法的困局，因为以前中国佛法许多的问题自从玄奘大师出现以后就都消失了，当然绝对不是莫名其妙的消失。在三藏法师传还说以前的问题多到呢用科目来算总共有100多科，百有余科，就是除了大问题还有这么多问题，可是今天大家从史料再去找找不到了。为什么？
因为呢，玄奘大师把这事情理清楚以后，大家就没有问题了，大概是这样。是，也许有人会提问说，那当时不是还有禅宗吗？当时唐朝那这个达摩祖师呢，他是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啊，就已经到中国来，那也传法给这个二祖慧可，不是有禅宗吗？那如果说有去研读三藏法师传的人呢，也会发现说，玄奘大师当时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参学了，或者说去见了许多的各地的这些大师啊，可是没有去见过禅宗的。其实呢，我想大师一方面他了解禅宗所证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完全回到教上来说，不好说。为什么？因为五祖之前只是什么？五祖之前只是单传啊。所以我想，当时大师没有去找禅宗的这些证悟的这些祖师去对话呢，大师他是了解实际的情况，那他也觉得那样没办法解决问题啊，所以虽然说当时有禅宗，但是禅宗没办法解决当时中国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那除了在中国之外呢，那大师玄奘大师到了天主啊，就是古印度呢，那古印度当时也存在了许多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就请郭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那时候整个印度呢，实证者开始凋零，其中一个最能够凸显这个现象呢，就是波尔橘多造论。波尔橘多呢，是等于是以另外的立场来质疑佛法。那质疑佛法的时候，他提质疑了一个问题，当然应该不止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就呢没有亲证第八阿拉耶识，是几乎是没有办法回答的。他怎么说呢？因为呢，真如是无相的，你们说真如是无相，那我就没有办法从你所说的唯识呢，用呢第八识变现出来。这样呢，那六识心呢所能够接触的，也是呢要有这样种种的变相变现。那既然是无相，那就我就没办法用六识来了知啦，因为我都是靠这个变的这个呢所成的这个影像啊等等啊来看啊。而且呢，你说的真如，它呢是你自己说证悟，你一定要呢亲证的。那就请问你，你既然你们说证悟，那真如为什么是你所缘的一个法呢？或是所缘的成相呢？或是称为所缘缘呢？这个问题一出来以后，所有的印度的学大圣论师全部都被拦倒，拦倒了应该有12年。即使是戒贤论师，就是那烂陀寺的这位主持，他也没办法回答。虽然呢，他能够演说瑜伽师地论，但他呢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你就知道他到底在实证这个上面是不是有所欠缺。所以他能够呢靠博闻强记以及对呢义理上的了解，可以呢将瑜伽师地论呢能够做非常正确的演述，然后把这个道理传授给呢玄奘大师。但是他毕竟呢因为没有亲证，所以呢会使得这一个呢阐述上呢出现呢一些没有办法弥补的，或是难以完全缝合的。就是说你只能够依护法大师所说，
那你不能够特别发挥，特别发挥的话会有一些困境，因为那不是呢为亲政者所了知的。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可以知道，那呢实际上呢文献上也是这样证明，玄奘大师呢在这游学过程中还是希望知道有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个瑜伽师地论，也就是说他对于戒贤论师的解释仍然觉得还不够这样。后来他终于找到另外一位，就是圣君居士、圣君论师，可以跟他呢一起对谈。那我们所这样看到的就是说，印度呢在实证的缺乏或是说没有那么完整的情况下，要能够承担起未来整个几十年、上百年或上千年的佛法命脉，实际上是有困难的。尤其呢禅宗呢整个血脉已经传到中国，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印度是没有办法。而且那时候呢天主有即将发生乱世，就是戒律王的王朝会崩溃，这是当时候文殊师利菩萨然后示现这个梦境给玄奘菩萨知道的。那另外是那烂陀寺呢里面呢也有人就开始呢就反对呢这个大乘法，而且有的人是割裂大乘法，这些事情是层出不穷的，就变成说这样的乱象呢是一直潜伏然后变得明显，那有可预见未来会怎么样呢？所以天主佛教面临的困局是，其实呢玄奘大师呢他的历史地位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要特别注意这一段天主当时的情势，因为大师离开印度之后呢没几年，那戒日王就过世了，那他的大臣呢就篡位了。那整个因为当时那烂陀寺呢其实是戒日王鼎力的支持，否则呢他其实在以当时在印度的这个声闻布派佛教的那个气势呢，就像刚刚郭老师讲的，那烂陀寺内部本身就已经有这个反对大圣的这个声浪了。那大师离开印度，并且戒日王也过世了，所以整个大圣佛法在印度就瞬间就等于就是土崩瓦解。那大师在这个地方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他把重要的大圣经论呢带出了天主，带回中国。这些经论呢，大师一步一步都认为是对未来，就大师的未来哈，整个佛教要继续在这个世界能够弘传呢，不可或缺的。我们从《三藏法师传》里面特别提到说，在回国过程当中呢，因为渡了一条不是很大的河，那其中有一少部分的经论呢就掉到河里然后就淹没了。可是大师竟然就在当地就停下来等了几个月，为什么要把这个失去的这个论呢再把它收集齐全要带回来？那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师是怎么样重视这些带回中国的这些经论。那个从后来的历史演变也知道，如果当时大师没有带回来，
那么这些大圣经论在印度，在古天主呢，很有可能因为后来的密教兴起了，一开始是部派佛教的势力很大，再来就是密教兴起，很可能这些大圣的论呢，不是因而就消失，要不很有可能就会被篡改。那今天的整个世界的大圣佛教呢，其实是跟现在所见是不同的。所以我常常这样在想，就是大师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中国，然后能够去到印度，在印度做了当时其他人所不能做到的，就是我们下面要跟大家讲的。我常想，大师啊，就如同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他其实是天选之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没有大师，那后来的整个佛教就改观了。但是我们不能说天选之人，我们应该说那他是佛陀选定的人，就得在这个时候适时，而且呢适得其所的出现，然后完成了这那么多几个世代以来没办法完成的事情。那大师取经前后的这些情况呢，就是包括说这个曲尼城无遮大会啊，这部分我们也请郭老师再简单帮大家做一下回顾。在曲尼城这个大会上呢，就是等于是邀请了五印度的一切呢修学者，然后一切的这个有钻研这个呢整个印度的古哲学或是呢这个佛法的，那不管他是我们称的外道、婆罗门等等，都来了，人数非常多，好几千人。然后其中呢，波罗居多呢，他没有来。那呢，戒日王呢，当初有去请他，后来他就整个推辞，他推辞了三次。那后来实在推辞不掉，因为呢，戒日王直接呢以呢类似国王的哈这种礼仪来对待他。那国王礼仪什么？就请一只母象，非常温驯的，然后去请他。那这样的话，你再不来的话，那就等于是就是瞧不起国王了。那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直接臣服。他直接臣服，就向着这个大师的方向，然后就敬礼。然后这件事情怎么样都会传开的，因为呢，波罗居多是那个时代呢，这个呢对大圣法抨击最厉害的，而且他造论实际上呢也引发了说呢，大家呢都很难回应。那当然最后都是留大师玄奘大师来回应。那在这回应的说，因此呢，大会的论主就是玄奘大师，那当然一定要请波罗居多来啊。不过他不来的话，这事情就会呢让所有人都胆怯了，主要是外道他们就全部都会胆怯，他们想哇，我们这边最厉害的他不敢来，那到底是怎么来？是生病吗？还是怎么样？后来大家知道，他确定是呢知道玄奘大师的声明，所以吓到不敢来。那我们可以理解，也就是说呢，对于呢整个声闻部派以及呢整个印度的这个呢，他们只有在哲学上或是呢译文解义上研究，所以就没有办法来真正对于大圣实证者所提出的论来做说明。然后呢，这样情况下呢，大师呢的声明呢就在印度得到最高了，就等于是说所有的王公大臣以及呢所有修道者最后呢大家都承认这个来自于中国这位留学生是目前在印度最厉害的，博通于诸法，而且他所说的没有一个字可以呢义理可以反驳者。
所以就称他为大圣天、解脱天。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知道说，那可是中国人，你必须要眼见为凭啊，因为中国呢，大唐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戒律王已经先派遣使者，在呢大师回国之前已经先到了，李世民这里来和呢唐太宗来说明等种，那必定是呢，大声的呢这个呢赞叹颂扬呢玄奘大师的事迹，而且呢其他的僧侣也透过呢海陆两路呢也都已经呢很快就已经到达了，因为呢大师就在印度最出名的人，怎么你们中国没有人知道呢？因为当初大师是私自离开中国的。对，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师的事迹就整个被传遍了。那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导致说呢，我们可以知道大师最后呢，继续沉淀所造的论的一定是呢无可比拟，然后呢也使得呢这个论成为世论，就呢成为呢中国人所造的论最重要的一部论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局势呢，其实是对于大师回国之后呢，受到唐朝这个整个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呢来帮助大师翻译经论，并且呢等于是大师在译经的时候呢是公开开放大家可以来旁听，可以来询问的。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局势展开之后呢，对后来整个中国佛教的这个整个争议能够凯定呢有非常大的关系。好，所以我们再把玄奘大师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他复兴中国佛教的历史意义啊，就大概归纳成上面的这几点。好，那当然就是原先有的问题消弭了，就像郭老师讲的，原有分宗立派的情况呢，这个时候好像没有新的宗派再出来，唯一只有一个，就是后来那个密宗，要不然几乎就没了。好，那像郭老师说的，不是说是无缘无故就突然间消弭的，不是，那是有原因的。好，另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对于禅宗的影响。好，这个请郭老师。大概后来还可能还有华严宗，他们就是从后面去算，从弟子弟子然后去算，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也都是应该是归于一整体佛法，因为即使是瑜伽师地论，我也知道也说，关于呢这个实地啊实地品，你应该去看如经所说，就是说华严。那基本上呢，教门所说的经典，它都是一贯的。在那种情况下就不会有说呢哪一部呢是你要特别举出来，甚至举出一部论来分为一宗。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知道说禅宗它本来就是教外别传，不然呢亲证会很困难。亲证很困难就是说你都知道了，那人家问你那真如在哪里，或你亲证的真如是什么，那你亲证的真如有什么体性相用，有办法说吗？那你当然要先找到他，所以找到他实际上就是一个关键。以前禅宗的话就是你能找到就开始算了，这样当然找到就很困难，因为这件事情很难相信，他必须要有善知识的提携。在这种情况下，禅宗就是来做这些事情，就是在这个呢佛法在这个娑婆世界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奠基的工作。为什么反而是奠基的工作？因为呢这世间的人在经典上说的是比较严厉，是属于不可治的众生，不可治的众生的情况下都是用有相去求，
有相需求的话，你要修心地法门几乎是没门。可是在这个情况，我们还是可以知道禅宗呢，祖师呢用的悲心，然后来摄受大众，然后不断的一代一代的，然后呢将这个禅法传下去，然后让这个教门法也慢慢可以透过禅宗的这些方式来得到熏习。那今天呢的情况又更好了，因为呢我们本来看到禅宗是有产生断代，那我们因为禅门最兴盛的就是唐宋时期，然后现在有平时导师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又回到了以前了。以前的话就是有玄奘大师出世，所以呢把宗门所应当呢要呢能够呢提携大众学人的教下的一些呢知识知见，然后呢倾倒出来，等于是把福德给大家，让大家就可以知道。那现在呢也是情况，也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大善之士，真善之士，他以着高绝顶的一个正量来提携大众。禅宗就是因为有玄奘大师的出现，所以禅宗才能够一发开五业。如果教下没有呢玄奘大师的提倡来支持，那绝对呢要走得非常辛苦。是达摩祖师是以能觉经啊来给慧可二祖慧可呢来印心，这是三转法轮的经典。那到了五祖弘忍呢，又是以《金刚经》啊，这二转法轮般若的经典呢，来让六祖慧能呢，得以开悟明心。那这二转、三转法轮经典呢，在禅宗来讲，其实是可以会通的，可问题当时教门没办法会通，就得等玄奘菩萨把更多的经论带回来，然后翻译出来，乃至甚至于在《成唯识论》当中呢，就指明了真见道就是要证得第八阿赖耶识。那这个跟禅宗的广弘能够一花开五叶呢，那是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的因素啊。这部分郭老师是不是也简单给我们说明？这在《成唯识论》卷三大家可以看到荧幕哈，以入见到诸菩萨众得真现观，名为圣者，彼人正解阿赖耶识。就在能够呢入这个大圣见道的菩萨呢，他们呢这真见道开始实际上都是现观成就的，然后这个圣观成就以后，他们就称为呢在大圣菩萨里面修学的殊胜者。因为为什么呢？要说他是入见道或说是见道，因为他能够证解，就是亲证圣解阿赖耶识。第八阿赖耶识就是呢禅宗的一个亲证标的，因为这个是就是呢佛法所说的第八识本识，然后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因，因为这根本因常有呢诸法的种子因，所以有根本因和种子因，就不会让呢世间的一切诸法变成无因生。所以阿含一直在说啊，非无因作，就非无因生。那到底因是什么？在《阿含经》呢，并没有明说到很清楚。愚痴的人就会想说啊，反正怎么做都会有一个业力啦，然后业力呢就会呢缠缚在你的这个身心之中。可是讲得不好听，什么叫做业力？业力是谁生的？而且业力的果报是在哪里？实际上世间的人并不清楚。那连这个都不清楚，怎么还会有真正的因缘果报出生呢？比如说 A 杀 B， 某甲杀某乙，
那他果报是什么？如果呢，他以嗔心来杀，果报正报是在地狱。那你想，他自己会坐在当下，自己自然出生一个业力，让他自己去下地狱，而且还跟这件事情要偿还蚂蚁的一条命没有关哦。因为他去地狱只有他一个人去哦，蚂蚁也没有陪他来去，蚂蚁也不会在旁边看得很高兴，也不会。也就是说，因缘果报呢，它的深广是众生难以了知的，所以没有办法，然后说怎么生怎么生，那也就是说，部派佛教一切呢都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呢这么深细的这个大乘法，所以呢，实际上要有呢亲证这个法本事，释迦如来来演说有一个本事。有一个事，它是本有法，然后这样来开显八识论。实际上呢，在阿含经里面就有说了，然后也透过呢玄奘大师造呢成为释论，然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呢就是证悟的标的，因为呢证真如就是不能离开这个事，实际上它是唯一的亲证。因为呢，真如就是第八识它本身的体性，离开了第八识就没有真如。好，虽然这些问题呢，其实在1000多年前呢，玄奘大师其实就已经楷定把它解决了。可是因为近几百年来，这个。包括中国的本身的比较衰落啊，所以所谓西风东渐啊，那么日本又是急着要脱亚入欧，导致整个对佛法的研究呢又倒退到玄奘大师呢当时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乃至又夹杂着后来更复杂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论述的点呢，就来到讲平时导师出世弘扬三圣菩提所面临所看到的这个现在整个佛教界的情况啊。学术界看起来呢，就是着重于延续着欧美还有日本人的这个对佛法依学术来研究佛法，最后甚至就延续了声闻部派佛教六识论的思想之后呢，甚至提出了大圣非佛说。那另外呢，又有这个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广论，包括应承拜公观，乃至还有所谓的秩序派中观，这些种种的其实是违背佛法真义的这些的说法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呢同时出现了。所以平时导师出世弘法所面临的世界呢，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好，这部分郭老师应该也有更深入的说明。就对于呢许多人，他们开始看的佛典，他认为呢我们应该回到阿含经来看，可是他们呢受了四应顺的影响，所以他们的解释呢和解读都有问题。比如说如来是亲证呢这个本事，亲证根本事的，这何以见得呢？在杂阿含经就有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你要一直往前回溯，从这个呢白品法找到一个呢到底什么是生的尽头，就是本有法无生法，就最后找到的尽头是什么？是四支，十缘起支的四支呢，
就是呢白贫乏的尽头，那它同时呢也是一切的开始。所以这个是不用任何条件，不用因不用缘，它就一直存在。所以呢它是无生，无生就是无灭，然后呢没有因为其他法的存在而它来存在，所以它是本来就存在，所以就是本有法。而且这个事呢是一直陪伴的众生，众生呢可以像二生圣者把名声灭的没有问题，可这个事是存在的。所以呢阿含经说事名色是共聚，而且是辗转呢等于辗转相依啊，就是呢这个事不会离开这个名色的。可这些呢全部呢都受到一些扭曲，为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说如来呢没有亲证，没有亲证八识，但我们看不是啊，因为如来呢亲证白贫法以后，继续呢从黑贫法，从流转门继续看，继续看的时候发现呢，每一支缘起支，全部呢就是要留这个四支来出生的，所以呢这个叫法如，一切法都是如，一切法都是真如，都是真如的体性。那法尔就是过去现在以及呢过去现在以及未来都一样，从来如是无一更替。也就是说这个有的运行是本事的运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无生法，乃至呢直接我们就说二圣的无余涅槃实际上是四尊四摄，在中阿含经还直接说。那你说那涅槃都四摄法，那到底涅槃里面是什么？就是灭不掉这个四支十缘起支这个四的呢体性。因为呢一切的物质然后一切的七转世你都可以灭没问题，那还剩下什么？总不能说还剩下有些物质是你找不到，只有剩下心，就是这个四支，这四支的自住境界就是涅槃。所以呢因此而说涅槃，所以我们这样归结出来是很清楚，阿含经实际上就在讲这个八识，所以它叫做入胎识，是本识，而且呢它是名色的呢因习本源。第一个呢就直接压了因，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找因的时候忽略掉这四支，既然有情呢就是依这个名色，然后作为有情的话，那你要记住还有一个事。所以我们这样就可以知道这事呢是呢二圣圣者不用找，因为他也找不到，但他可以选择相信，不然呢他的涅槃呢在名色灭尽以后就一定变成断灭空，所以当然二圣圣者一定是相信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阿含专家以及呢这些主张呢大乘会有说的这个呢这些人他们并不了解阿含。对，可以这样讲，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不管是现在的佛学的学术界或者说乃至于说以学术作为佛法修正的方法跟目的的所谓佛教界啊，表面上看是讲的是声闻部派六识论，也就是错解阿含的六识论，因为刚刚郭老师已经讲很清楚了。那平时导师做阿含正义副标题就是唯识学探源，唯识学的源头其实阿含就有了。那么学术界他承袭日本乃至欧洲这些研究学者的意见啊，因为他们认为说他们就看的表象看到说那些的声闻部派那些声闻人呢，他们不了解大乘法，所以不了解大乘法然后错解大乘法，因此就要不断的去演变，因为他错解了人家就提出质疑，人家质疑他就要演变要改变一个说法，所以展现出来就是让人家看到就是说哎，你这个好像大乘法不断在演变哦。
所以就说那大圣法不是本来佛说的啊，它就是演变而来的。但是其实从阿含到般若到唯识，佛陀所讲的这些的真理完全是贯通的，是一贯的，从来没有演变过，而是没有亲证看不懂，那就认为有演变。那表面上看起来是沿袭阿含的六识论，可是呢，内里就是跟宗喀巴的应成拜中观呢，那就相连结了。那这个对于整个佛教正法的弘传呢，其实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了。那平时导师他出世弘法，就是要针对这两个部分，因为前面玄奘大师凯定当时的种种争议，那平时导师今生出世弘法，又面对这种种的这些的混乱，所以导师也要记种玄奘大师，要把这些混乱要弭平了。因此导师除了在讲经说法，还有这个著书来否定这些主张六识论乃至大圣非佛说的这些种种说法之外，并且还要针对宗喀巴的广论乃至于达赖喇嘛，因为他是全世界的弘人啊，他的种种说法来加以辩证。所以导师在大约20年前呢，他就已经造了这个《狂密与真密》，有4集的《狂密与真密》，从根本理论上把广论的基础，把宗喀巴把这个达赖喇嘛种种说法的这些的理论基础呢，全部都加以阐述。那并且呢，我想这个在过程呢，很多人都晓得啊，登报啊，广化文宣啊，深入民间。那我个人的了解哈，因为过去曾经有担任这样的职事啊，我个人的了解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一些民间人士啊，像我们接触到一些里长啊，一些里民啊，他们开始认识广论是什么，开始认识达赖喇嘛他的本质是什么。那教界也是一样，教界就是佛教界啊，乃至于政治界啊，有一位最近在经过很激烈的这个党内初选，然后现在已经应该是可以被提名要来选下一届立法委员的，我们就不举其名了。曾经在私下就讲，哎呀，我们以前都不对达赖喇嘛都不了解了，那也经过你们这样子很密集很扎实的这样去做宣传以后呢，我们了解他了。这个了解就是什么，就是中国佛教会啊，在监察院做调查的时候呢，跟监察委员说的，说他们啊不是真正的佛教，他们不应该来，应该回到他们那个地方去。那这就可以了解到说，导师在这几年弘扬三圣菩提正法他的成果。这问 郭老师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法。等于说广论的势力呢，他呢本来应该是呢要好好的
奉扬释迦如来的正教，但呢并非如此，因为呢最后呢这个广论呢实际上是以第二部的广论作为呢它的核心根本，就是要回到呢密宗道次第广论。那这样的话呢，宗喀巴写的问题在哪里呢？它里面呢他提出了这个男女双修作为根本，也就是说这是违背呢唤醒的，唤醒就是清净醒。而且即使呢他又说那我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可是那他达到以后他继续做什么？他继续双修，也就是说他的双修是永无尽头的，那你就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因为他这样的一切清净行都不可能产生。他自己说的都呢远离呢三圣菩提的正法，而且即使用呢古代的古婆罗门教的梵行等等来看，他也不合格。所以广论呢最后一定会被人们所唾弃，这不是一个宗喀巴的问题而已，而是呢你对于呢性爱的这种追求不应该呢把它呢跟佛法连接在一起，因为这呢等于是违背的佛教的清净明慧，所以呢它一定是不如实法。而且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呢对于呢大圣非佛说这样的说法，其实世尊呢当然早就知道了，一定呢有人会诽谤，所以在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就有说了。然后呢在卷506还有卷559都有说，说明呢后代会有人呢来呢认为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大圣法了齁，非呢真佛语，不是真正佛所说的这个语言语句，非佛所说，不是如来所说的，不是呢就是主张大圣会有说，非如来教，不是如来大师所教导的法。然后呢世尊呢最后下了很重的语，当然就是说三恶道等等这些呢就不用讲了，世尊直接用几个字，他说这样的人如臭烂粪。好，大家记下来吗？因为呢在印度为什么要说要臭烂粪呢？因为呢在印度呢这个牛粪还可以用，因为它不烂它不臭，它还可以当燃料等等。可是呢世尊呢对呢这些诽谤大圣法的人啊，不管呢他是用呢男女双修来诽谤啊，或是说这或是继续说我的大圣法胜过佛，他世尊就直接这样是属于臭烂粪。而且呢也包括说呢有的人他说二圣法一直演变，最后演变成大圣法啊，因为二圣圣文他们很努力啊一直演变。世尊也不赞成。世尊呢在大圣方广总持经里面有提到，有人认为他胜过佛，那就属于呢像宗喀巴达喇嘛的，他们就认为我所成就的这个呢报身佛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应身佛或化身佛可以比拟的，所以胜过佛。那另外他们也主张什么，就是说呢大圣经典是二圣不坏的，二圣呢这些人发展了，然后呢世尊说这些都是愚痴人，所以是谤佛所说大圣经典，言是呢声闻呢小圣所说。好，所以呢我们呢应该离弃这样的法，就是呢要离弃这种密教的这种呢邪思，让密教呢它可以呢有机会改变。那我们相信呢一定还是里面呢有一些真正的想要修学圣道法门圣道门的人，他们呢愿意来接受真正的这个呢如来所说的三圣菩提，然后达到呢一些呢他们所谓的改革，那我们就乐观其成。
那再下来呢，我们就要去看说呢，那对于欧美的各国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请陈老师来说明。佛法要信受佛法呢，当然我们从这个2500多年来的整个历史来看呢，佛法的信受呢，是的确是有需要它的那个社会环境跟背景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几年来呢，有更多的欧美人士呢，他们慢慢的往佛法的这一块呢，想要更了解它。可是呢，很不幸的就是说，达赖喇嘛呢，因为他夹着当时美国为了要跟中国要打对台了哈，所以就达赖喇嘛就趁势在这个世界各地呢，就到处去演说，去开设他的这些金色等等的。后来他不也拿到了诺贝尔的和平奖吗？可是由于他们基本的理论是有基础的，所以很多在欧美地区他们设的所谓的研修中心啊，会出现就是这个性侵的问题。密教性侵的问题很显著，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是问题，因为宗喀巴所定下来的修行的方式就是这样，你最后你就是要透过男女双修啊，然后来成就大乐光明无上瑜伽，这个是他们修行的一个必行的方向，所以他们不觉得有问题。可是透过平时导师乃至我们不断的在佛教界发生之后呢，那我想未来欧美各国因为有人发现了那个问题，那个很更多的亲身体验啊，比如被性侵啊等等的这些人出来现身说法之后呢，慢慢的这些问题就浮现了。所以我想欧美终将要改弦易辙了，要真正去了解什么是真实的佛法呢，还是要回到玄奘大师当时从天竺所带回来这些经论，然后在唐朝政府支持之下大量的翻译出来的这些大乘法的这些经论啊，要从这边去理解它。那这里面最重要当然就是成唯识论嘛。所以平时导师在此时此刻做成唯识论事呢，绝对是有它历史的必要。郭老师您认为呢？是我们可以说透过这个时代的一个努力，然后最后会一直发酵下去。然后呢，平时导师也告诉我们接下来300年应该呢会有一个很好的美景，所以呢接下来再投胎，然后再来投胎再来，那遇到的都是佛法很兴盛，而且呢接下来甚至佛法可以呢延续到1000年。因为呢不管怎么样，文明呢它呢在这个文化的议题上是可以经过辩证的。欧美呢他们不管是怎么样的心灵然后匮乏，或是呢怎么样在呢知识哲学上的一个追求，他们都没有办法不倾倒于说佛法呢崇高的这个呢，以及呢普遍呢
遍行于这个世间的这一个智慧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展望将来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世界等待着大家，好，现在就是了。好，然后呢，再下来我们要提出来问题，好，就是说平时导师造成为世论事的背景和意义，对于现今佛教界的状况呢，我们必须要再做一个呢剖析。诚如刚刚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平时导师出世弘法之前呢，整个佛教界基本上呢，它就是部派佛教声闻六识，这是表象上看起来就是它就是回归所谓的原始佛法根本佛法，从阿含里面去找极少数的这些经典，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意志啊。但是呢，实际上的骨子里呢，其实是宗喀巴的应承派总管，就达赖喇嘛的应承派总管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圣回佛说的这样一个思潮呢，是目前这个佛教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啊。那成为世论他已经刚刚跟大家讲说他就已经凯定这些问题的，可是问题是大部分人看不懂他。速记啊，窥基大师的速记呢，写很多，资料很多。问题是，第一个，现在我们看到的速记呢，其实是后来学界从这个日本取回来的。那速记本身，它的文言的程度啊，绝不下于这个。成为世论速记啊，窥基大师啊，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著作呢，很讲求这个对这个对仗啊，而且呢，就是用的这个语字啊，非常的文雅。那另外呢，就是。这些东西留下来呢，它是没有标点的，所以你要去读它呢，你要先标点呢，就要先去猜到底它在讲什么。标点错了那就错了，更何况说你标点对了，你也弄不清楚它在讲什么。所以成为世论是有需要再重新阐释它的宗旨。那这个就是平时导师他想做的，是，就等于是说佛法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像《阿含经》，大家都多少看过一点，但是实际上是真的理解吗？比如说《中阿含经》说：“这个不离如者，是如来也。”也说要不离如哦，如来都不离如，何况是一切众生？然后《中阿含经》又说：“如来所依事，如来是以这个心事作为所依，那是会是六事吗？因为呢，这个事呢，是连呢，天主们，就是呢，大自在天主都找不到了，因为印度他们信守这个。然后呢，你又再看阿含部的《央觉摩罗经》，一切众生皆以如来藏毕竟恒安住。”也就是说，说到了三个如，就是真如，所依事就是本事，就根本事，然后要依如来藏毕竟很安住，所以就如来藏。那你想会有三个所依吗？当然是只有一个，三者就是同一个。也就是说，如来所说法并不玄妙，但是众生太难理解了。如来有没有说我有？换句话说，平时导师也在呢，阿含真也有说非我非异我，而且呢也有提到这个呢，我们看到
杂含经，若我可得者，就说你一定要说有一个我的话，好，让你说，但是他一定要有个条件，条件是什么？则是长恒不变义正住法，也就是说，长恒不变呢是最起码的标准。那世间一切的法，不管是名色，哪一个是长恒不变？没有啊。所以呢，阿含经一直在讨论名色的时候，当然就是没有这个法。但是这个是长恒不变的这个如来藏，这个真如，这个第八阿赖世，大家喜欢他吗？不喜欢。为什么？因为呢，他没有众生的三界我的性，就是说他没有六识的觉知、见闻觉知性。所以呢，即使今天有人他勉强证悟，就是平时导师一直帮忙他，然后让他可以证悟，结果最后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事。为什么？因为这事看起来没什么用，对。然后呢，他觉得一切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他会推翻他。所以呢，我会我即非我，非我即我，众生永远是颠倒的。这种情况下，你没办法跟他说很多的深的法，但今天平时老师著作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你就会越来越理解。包括说《大圣入楞伽经》，《楞伽经》的本意到底是把三个法都一起说？是啊，因为呢，后来呢，《十刹难陀》的译本已经说很清楚了，如来藏名藏事。那藏事呢，如来呢就直接说：“我说为真如，因为离于人。”所取，离于人取，也离于所取，所以呢，他没有呢这个人取的七转世，也没有所取的这个十一界法。所以这种情况下，在蕴处界呢，你要透过蕴处界这个法去找到他。所以呢，蕴中呢，你呢无有人，也无我，也无法。所以呢，楞伽经也这么说。那你想，就什么都没有，结果。楞伽经马上又说：“蕴中真实我，无智不能知。你呢，要从五蕴中去找到有真实我。那为什么是真实我？因为五蕴就是他所生的。所以啊，不了解我无我，是呢，永远落在两边，永远会堕入呢二圣声闻部派的疑绪，然后永远在那意见上呢。”争执上走不出来，甚至他们会产生分裂，因为他们去读大圣经就觉得嗯，好像是这样，那又好像是这样，那本来大圣经就不是他们能够真正理解，可能他们不管，他们还是要读，大概那些首脑或是主持的人他们去阅读，阅读以后呢，他们就因为争执最后搞到分裂，当然有的是因为戒律上的分裂，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法义上，他们不接受另外一派对大圣经典的诠释，就这样。所以如何说没有大圣经的本来就有，不然呢，二圣人他们本来就乖乖的学六识论，然后呢再依据世尊所施设的五蕴涅槃就好了，相信呢的涅槃呢一定有一个呢他们灭不了的，然后他们的就在那里，可你没有想过，大家都在那里，全部会归在五蕴涅槃界吗？那是一个方所吗？大家的本有都会归在那里，所以一定不是嘛。如果这样的话，我应该是派一个人修行就好了，他好好修，然后把事情都处理好就好了，因为他在那里啊，对啊，可一定不是这样，所以。二圣涅槃无一涅槃也是呢方便为二圣涅槃贪得施舍的，所以这样情况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大圣人他不入涅槃，因为他亲证当下就得到呢本来自住清净涅槃啊，就是这个啊，因为呢离开了第八阿拉耶识以外没有任何涅槃可以说了，所以呢这个法就是一切法等义啊，就是在契经上就说，不管你是世间出世间，一切流转法，然后一切的解脱法都一样，不管你是二圣解脱、大圣解脱，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来确定。所以不管有人说有自性无自性啊，不管有人说这个呢
有没有我无我？可是央觉摩罗经阿含不阿弥就是说，一切如来呢，然后呢，在这个呢的一切众生所想要找到没有如来藏，也不可能。极尽如来的方便，如来的一切的威德，不可能，一定有如来藏。然后呢，要求任何有是不是有个众生没有我性，不可得。要无我，就是一定有我性，因为这我才是真我。然后要求呢，一切众生没有呢自性，就是哎，一定可以持续呢这样如来藏一直下去吗？不会呢有任何差池吗？不会因果错乱吗？就是不会，就是一定有自信。所以呢，三世诸佛呢都是这样楷定呢如来藏第八阿赖耶识就是真如。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呢有呢大善知识来跟我们开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会刹那间就会觉得，哦，原来佛法是很圆满的。不论讲二圣法讲大圣法，都实际上都很圆满。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说，陈老师对于这个呢，成为世人速记，有没有觉得要做一些补充的？速记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哈，说它其实收集很多东西，旁征博引非常多。可是呢，有时候你越看越看不懂。因为他旁征博引很多东西呢，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说明，没有进一步告诉你说，哎，这个跟他要讲的是什么关系。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会看速记比看成论呢还要更吃力呀。啊，这个是我的体会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太懒了。但是呢，成为世论呢，刚刚跟大家讲说，平时导师做阿含正义啊，副书名呢是唯识觉探源。那成为世论里面也有直接引阿含经的经文，也有引楞伽经、楞严经，引解深密经。那依玄奘大师来看呢，其实佛法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本身是没有所谓的分三圣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做区分，而实际上呢，彼此之间并没有互相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有就是深浅广狭有所不同。那你要了解成为世论呢，你要有这个前提，就是说阿含成为世论不违反阿含，不违背阿含，成为世论不违背般若，不违背二转法轮诸经，不违背三转方广唯识诸经，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体的东西呀。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经论乃至著作成为世论啊，让禅宗可以广传，因为大家弄通了。为什么这个达摩祖师啊要用楞伽经来印心？那为什么六祖慧能却是用金刚经啊，哎，来证悟？因为本来就没有冲突啊，本来所讲的心都是同一个心啊。那这个道理呢，现在人反而不懂了，因为他弄不清楚速记到底讲什么，反而用速记来质疑成为世论啊。这个是单纯从文字上去做研究啊，碰到了问题啊。好，那接下来呢，平时导师
照这个成为是论事啊，在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些整个的历史背景之下呢，那导师因为成为是论事的第一集已经讲完了哈，书应该是现场应该有一些的嘉宾也已经拿到了。导师在讲这个成为是论事的时候呢，一再的跟大家讲，希望让大家都能看得懂，就是说你成为是论看不懂没关系，成为是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数据看不懂没关系，那成为是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可是看得懂不见得就亲证哦，这个是不同的啊。那为什么导师能这么做，能够把这个学术研究界或者说佛学界佛教界这个几千几百人在研究的这些东西啊弄不懂，但是导师清清楚楚讲出来写出来让所有人能看得懂。因为这个我们的投影的第一点啊，这个是郭老师写的哈，他说甚深妙菩提智啊，善知识自将福德播出与大众分享了。这个有智慧要跟福德要相称，我对郭老师写这句话的解读了哈，就是说智慧是要跟福德相称的，没有福德智慧没办法显发，不晓得我解读对不对？是，我也这样认为。就是说，本来呢，在佛道上修学，就是三大无数三大无数劫，然后最后成就无上正正觉，把这个佛道圆满。但是呢，要累积非常多的福德，然后非常多的福德呢，才能够契入一句话或一个偈子。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是不断的精进的。那可是今天呢，实际上我是觉得我个人是很幸福的，就是可以直接呢看到师父把一句话就说明，那就一下我的困惑就消除了，或是哎本来这件事情我还要迷惑，哎可是一句话说明，我就不用再去各种做比对思维，都不用，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成为就楷定了。这个古来善知识的话呢，如果是这样，他你是要呢一直在旁边，然后侍奉他，然后要怎样怎样，最后他就讲一句话，对，那可是你可能已经侍奉很多年，可是今天即使是政务，然后为了大圣佛法复兴。平时导师就希望呢，不要说呢道场像呢这个呢草生三丈，而是希望很多人每天都有人可以开悟。在这种情况下呢，就等于是呢以非常快速的方式来呢提拔大众。那所以说现在呢等于是呢真的是广传，所以呢是应该是呢有因缘的人呢应该来修学，然后呢没有那么样的想要亲证，但是你也可以来永复，因为呢三圣菩提法是一定是一贯的，不可能佛法呢所说的话会互相抵触，然后像释因顺所说的这个说一个那个又说一个，大圣和二圣不一样，然后呢大圣又分成三个，那所以说他的解读呢是全盘错误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了，他把大圣分成三系，可是大圣入轮结经呢一下子就说三个都是一样的，三者是同一个。那如果这样他呢，你如果猜，因为释因顺那时候呢他还弄错，那比如说他认为那只是两个，因为他漏掉真如，而且他对般若经呢他也没有什么好感，他呢他说般若经从初分
初婚就是开始的眷，就怎样呢？等于是一开始呢，就夹杂着真我，意思是呢，这是外道法。那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是一个断灭见论者，就说你的修行最后一界没有果啦，然后呢，你只要知道运处界，这样就可以的。因为呢，运处界不会去到后世，那你很清楚呢，这就是呢我见。然后呢，接下来你只要乖乖的等运处界结束，你就结束了。所以呢，他认为呢，终归于空就是涅槃。对啊，虽然国土是很庄严的地方啊，可是我还觉得它是空空空空，因为呢，怎么会可能是呢空无所有叫涅槃？一定是有法叫涅槃，不然如来呢连这个名词都在失色吗？一定有一个呢涅槃中的一个呢本迹嘛。所以呢，生死因为没有找到这本迹，你才没有办法进入涅槃啊。那如果说像他言语上可以知道说，我这样理解上就可以了。那这样应该大家都可以呢，今生就入涅槃了，也不用修行，因为他就是以著名的不修行为著称的。他在华人比丘中是最出名，以不必任何修行，因为实际上他也没有修行。对，我这样不知道是不是有加强各位的印象？不好意思啊。这样损他一下而已。所以呢，平时导师呢做成为事论事啊，不管你如果有证悟了，那么你来读成为事论啊，那绝对是会让你更快的往佛菩提道往前行。那你还没有证悟呢，至少你不会再错解。成为世论不会再误会窥基大师述记里面的意思。那跟着平子老师成为世论是所阐述的这些义理呢，会让你的整个理路啊更加通透。那未来呢就不会再被误导，不会在因为碰到外面的种种说法，你自己没办法分辨，分不清楚。最后是不是给郭老师一分钟，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好，那因为呢，我们这时间上是要稍微这控制。基本上呢，大乘法是非常圣妙的。也不会有任何法是可以超越大乘法，因为呢，大乘法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如来所亲证的法，然后呢，依这个所亲证这样来演说的。所以呢，今日呢，继承这样的法，然后造论玄奘大师，然后呢，根据这个论阐释呢，这个、里面的真实的义理是平时导师这一部呢论和这部释。都将会继续的往未来继续弘扬下去，在人间这个末法九千年，这论和事呢是一起相同并彰的，这就是呢我们呢在这今天新书发表会的看法。非常谢谢郭老师，我想他的结论就是我的结论，谢谢，谢谢。谢谢陈老师以及郭老师精彩的讲座，我们是不是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两位老师，也请老师们先回到台下的座位稍作休息。两位老师为我们精辟剖析玄奘大师天竺取经延续佛法命脉以及造成为事论的历史背景和意义，延伸到今日平师导师出世弘扬三圣菩提佛教正法，破邪显正，著述此成为事论事，并且是以要让所有人都能看得懂的利益来阐述完成这部巨作。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好想赶快去请一本回来拜读呢？
接下来要进入到座谈阶段。首先，我们要再次欢迎两位主讲老师陈介元老师以及郭弘毅老师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两位老师。这个阶段，我们也请到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机械工程博士林玉才老师来跟两位老师进行对话，掌声欢迎林博士。林老师同样是易学专家，在佛法的修正上与两位老师并驾齐驱。来，三位老师请就坐。现在台上三位老师都是我们正觉教育基金会的资深讲师，将会如何带领大家来进一步探讨成为事论师呢？现在就将舞台交给三位老师，有请林玉才老师主持。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这场盛会。那刚刚听到两位老师侃侃而谈，从为什么要举办这场新书发表会的缘起开始讲起，然后讲到这本新书它无可取代的这个重要性，接着把时间拉到1000多年前的玄奘菩萨那个时代，解说为什么大师要西行取经，以及一生复兴佛教的这些历史意义，然后最后讲到为什么造这一部《成为事论》它的背景，那接着又把时间拉回到我们当代，来介绍平时导师弘扬三圣菩提正法，以及破斥六世论种种邪说的历史意义。那最后讲到为什么要造这部《成为事论》时，它的背景还有意义。当然，玄奘大师跟平时导师都是主张开悟见道，就是要实证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那成为事论所讲的，以及成为事论士所讲的，其实就是围绕着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而开演出来的法，所以它其实是具足成佛之道，也是一部全面性整体性的这个佛法。只是成为事论呢比较精简，不容易读懂，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平时导师呢来详细注解并出版这部《成为事论释》，所以我们今天才需要举办这一场这个新书发表会，来跟各位解说相关的一些背景，并跟各位介绍这本新书。我代表今天的与会大众来向两位老师请教一些问题。那么在工作同仁还在回收这些提问单的同时呢，我自己先准备了一个题目来请教两位老师。这个问题大致上是这样子，说想要阅读这个《成为事论释》，有没有一个条件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知见，或者先要阅读什么样的书籍才能够阅读这个成为事论释？是不是先请陈老师？如同刚刚我们在论坛的时候呢跟大家所做的说明成为事论它本身是在阐述一个整体的佛法，它里面有引到阿含经，也有引到大圣的经。那我们也提到说现今的学佛呢，就是佛教学佛呢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
各种说法很混乱。所谓混乱，就是受到日本学者、欧美学者的影响，认为大圣非佛说。所以我个人觉得，要研读大圣法，要研读这部《成唯识论释》啊，因为它讲的就是一整体的佛法。那它是以大如来藏为核心的大圣佛法，那你要研读它，你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不能抱着大圣非佛说的心态来读《成唯识论释》，否则呢，平时导师的说明呢，你会认为那个是瞎掰，你会认为那个是误，那个是错解玄奘菩萨的《成唯识论》的原意。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像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平时导师有做阿含正义，副说明就是唯识学探源。那平时导师就是直接从阿含经来告诉大家，方广唯识诸经诸论所阐述的三界唯心，一切法唯识的这个义理啊，其实在阿含里面就有了，只是后来声闻部派佛教的那些没有亲证声闻果的，他错解阿含里面所隐含那个大圣法的意旨，因此呢，就不断的去演变他的说法，不断的互相攻讦别人的说法，而产生了所谓的大乘佛法有所演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此你要研读《成唯识论释》，你的前提就是你要信受佛法是整体的，阿含里面就有一切法唯识的义理在里面。所以我个人觉得说，如果你打算要开始研读平时导师所做的成唯识论释啊，那阿含正义是一部很好作为入手的准备啊，你从阿含正义阐述的这些义理啊，把过去认同或者说你犹豫不决是不是真的大圣非佛说的这样的问题先给铲除，然后你来读成唯识论释啊，才能够真正的读懂他的宗旨，读懂他的真意。这是我的看法。哎，郭老师，在以这部论，我觉得的要阅读，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困难。但是呢，师父可以把它写到非常白话，非常白话。而且师父的特色是，先白话解释完以后，然后再也慢慢一个详细解释。那读完以后应该还是觉得很困难，但是应该会读懂。我记得我以前那时候在等楞伽经详解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出来，然后呢那时候我还没进来，然后每次我就是星期六星期日，然后去呢那个士林的有一家书店，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找不到师父的平时导师的书，
师父的书没有，然后我就去那里逛，然后每次出来了，因为有时候要半年，我就觉得好高兴，非常高兴。所以呢，今年即使说才出一本或一年出一本，我也觉得哇，这已经不得了了。只是说这个法义还是会很深的，所以呢，相信就不能怀疑。可是到底相信的程度是什么？除了阿含正义，也可以推荐，有心的人可以读《心经密义》。对，因为《心经密义》的话呢，他把这东西很浅显的，然后呢有层次的这样简略说明。而且《心经》呢，实际上到了在《楞严经》的时候呢，也有做一个完整版的说明。《心经》呢，把这个呢，这个道理说完以后，说了一面，主要是说，当然你实际上也有分两面，然后《楞严经》呢，把两面都说了，所以呢，离集离灰啊，然后呢，这样呢，就是而且呢，是四集非四，哦，四集非集啊，然后呢，这样呢，就是到底法是什么？那呢，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法是可以亲证的，所以要相信亲证的人说，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没有证，然后他又喜欢说的人说，因为呢，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三个字，大家还记得吗？世尊好严厉啊，而且世尊说了两次，不是只有一次，对。对，也就是说，两位老师同时不约而同的认为，想要读懂成为数论士，其实要先信受有这个第八士。其实要相信这个第八士，其实确实不容易啊。从刚刚座谈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很多人是六士论的，他们不信受有第八士，那就不能进入佛法大海。我记得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他就说啊。佛法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换句话说，进入佛法大海，一定要先相信。如果不相信有第八士，其实连二圣法都不能证，更何况要进入这个佛菩提道的这个佛法大海。那我们成为数论士，它事实上就是以这个第八阿赖耶是如来藏为核心，而涵盖了一切法。那你想要读成为士论士，如果不先信受有这个第八士，那当然读起来难免会有疑呀，会有疑问，或者格格不入，乃至于就读不下去了。那幸好平时导师这几十年来已经出版不少书籍了，那对于各位来阅读这个成为士论士，应该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刚刚陈老师他就推荐说读这个阿含正义啊，因为阿含正义里面就已经讲明说有这个本事，它是包含这个八事法都涵盖这个阿含里面的，所以证明就是有这个本事，有这个第八事。所以你读了这个阿含正义之后呢，就能够建立这样的正确观念，那再来读这个成为士论士呢，也就会比较容易一些。那刚刚我们郭老师他是建议要读《心经密义》啊，《心经密义》刚刚的这个《阿含正义》啊，它有七本，那也许有些人读起来会比较沉重啊，那我们郭老师就推荐说读《心经密义》，因为它只有一本，而且它是演讲的汇整，所以对某些人来讲，可能读起来就会比较容易一些啦，而且他直接就讲。大圣禅宗所悟就是第八士，所以你要是能够先读心经密义，对你之后再读成为士论士也应该会有帮助的。好，这是第一个提问。那接下来是请问阅读成为士论士对于了解生命实相与实证是否有帮助，为什么？请两位老师帮我们回答。陈老师，请。
成为世论刚刚已经讲到了哈，它是以第八世如来藏为核心啊，来成就三界唯心，一切法唯识。也就是说，成为世论呢，它是明摆着建立以第八世作为这个明心的基础，明心的标的呀、是它是明心，是开悟明心的标的。所以，如果说是研读《成为世论释》，那至少你知道你要明心，就是要证第八世，总不会读了《成为世论》，然后去把这个第七世或者说其他的前六世作为你亲证的标的嘛？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成为世论》呢，其实它里面也提到了就是第八世啊，它跟我们白法之间的关系，里面也提到了无法三自性，七种性之性，七种第一义。那么如果说是你好好的去研读成为世论释啊，把这个五位白法弄清楚，那另外透过刚刚讲说里面讲五法啊，相名觉想啊，那正智真如，透过五法的这样一个去做观行，做寻思啊，所谓做寻思啊，名义自性差别的这个寻思，从二圣的能够现观，能取所取，都是生灭，都是虚妄，乃至能够去，因为一开始就已经确信说有第八世嘛，所以能取所取都空，能取所取皆空，那就是能取所取都是空性如来藏。那如《成为世论》里面所说的，这个时候就是要现前立少悟嘛，为是为是性啊。你要先建，这个时候就要建立说，那个空性如来藏就是真如，因为只有真如，它才不会落于能取所取。所以透过这样的对第八世的信受，还有对依《成为世论》里面所说的无法四寻思，然后能够证四如实智，那我想啊，能够这样子如实的去研读跟修学呢，要能够了解亲证这个第八世，能够了解生命的实相啊，应该说那就是看你的因缘是否具足了，你的福德资粮是否具足啊，你的定力是否修得好啊，啊等等的，所以我觉得是有帮助的，啊。好，来，在《成为世论》所说的法呢，实际上确实是非常深，但是有平时导师来做解释以后就不同了。因为呢，它是可证的，它可证呢，并不在乎呢你花了多少时间去完成第一无数大劫，而是第一无数大劫确实是可以达成的。以前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很困难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抵达圣位，现在可以知道了，实际上也将会有人呢证悟眼见佛性，然后呢继续往前迈进，最后呢也可以呢亲证菩萨摩诃萨在地前的
菩萨阿罗汉，然后花十无尽愿入地。入地的风光呢，虽然我没有亲证，但呢我知道那入地的风光一定是不一样，因为习气种子的断除和现行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根据平时导师的教诲，它呢并不困难。不困难是什么？只要你愿意，这样警觉习气以后，你就把它断了就可以了。那你说有这么简单吗？好，那就等入地以后，我们就会知道简不简单了。但是呢，那都是可以达成的。也就是说，接下来是到底有多少的习气种子要断除，有多少无生法忍要学，有多少的事情要成就，就是按部就班一起，就是跟着如来一起修学。佛法呢是唯信乃入，犹如主持老师说了，这个呢，你没有信是没有办法进入呢佛法大海的。这一切智海呢，需要呢你的信心。如果呢没有信心，想哎这世间上也很好玩，那还没有关系，那呢顶多是严格。那如果跟着呢不相信呢佛法真实义，不相信八识，然后呢不相信有阿赖耶识，甚至直接还毁谤，这样就很麻烦。这样呢他永远是很难跟佛法相应的。所以呢要相信在这个世间上遇到的这真实唯识妙理是很困难的。一般可以理解，不是呢修学很久是很难遇到的。在娑婆世界呢这么特殊时节因缘，因此呢诸佛菩萨还有真善之士，就一次呢就把这么大的福德直接就倾囊相授了。实际上呢不用呢大家修非常多的福德，师父平时导师的书实际上是公开发行的。那你如果是呢觉得说哎这个价格有如何有什么意见，实际上这里面也没有特别在赚这些什么钱，也是都是呢用这些呢来呢继续支持大乘佛法在以后在中国在呢全世界继续推行的目标。没有人希望呢从这地方得利，那所以应该再这样来看，既然呢这是一个无所得的一个世界，你如来藏一切都具足了，那因此你呢要做的就是去找到它，那一步一步走，然后对以前的那个呢世界生死流转世界呢，虽然你还是在，那就说 bye bye， 这样不能说 goodbye 好像是说很好的意思，就是真的跟他慢慢的脱离，那你呢会慢慢的变成一个修行的，你的道心会一直增长，你的道业也会增长。佛法它困不困难的地方是在说有没有善知识直接把话直接说这么清楚，直接呢不跟你说一说二说三说。那即使公案师父平时导师也是直接七句册嘛，好一次都说了，所以呢后来平时导师说应该是不用再写了，这样因为七句册已经说了很多了。也就是说教外别传，世尊意思就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不是说世尊特别说要隐瞒这些事情，没有，只是说这些事情太难信了。你因为呢好不容易证悟以后就有人会出去毁谤，或是透过他来牟利营生，这是很难以思议。基本上以有所得的话都是魔眷属非佛弟子，世尊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会呢在这个世界上会很明显，那大家应该呢不要呢动摇。因为呢有平时导师出来解释这个论，我觉得不是一般我们要么是信位要么是三贤位的菩萨呢可以轻易可以得到的，真的太困难。如果自己摸索的话一定错误了。现在坊间也有很多成为世论的这个注解，
可是那些注解能够把这个意思解释清楚吗？像心外无境或呢其他的才几个字，你怎么解释清楚呢？好，不过从这个题目来看哦，他是问说对于了解生命实相跟实证到底有没有什么帮助。看起来这位提问的人应该是还没有实证哦。可是我们刚刚座谈的内容最后就讲到说，平时导师写这个成为世论释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读得懂，代表说你即使还没有实证当然也可以读，读了一定会有帮助的，不可能没有帮助，否则平时导师就不会这样认为嘛，说啊，所有的人都可以读得懂。可是读得懂，我们刚刚两位老师有讲，不见得代表实证哦，因为实证有他需要的那些福德定力等等的条件在。那为什么读成为世论释对于了解生命的实相乃至于实证有所帮助呢？那因为成为世论讲的就是三界为心，一切法为事嘛，所有的这些法通通都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里面，所以要了解生命实相也就是要了解这个心，要实证佛法也是要实证这个心。譬如说你要是详细阅读了这个成为世论释之后，你应该会知道说原来我的身心都是由他所出生的，相关的一切法都离不开他，所以他就是生命的实相。如果你再进一步理解你可能会发现说原来我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是在如来藏里面，乃至于你所造作的一切善业恶业也都由每个人的第八世心所储存，所有的果报也都是由如来藏来兑现。从这个观点来看，当然你要是读了这个成为世论释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它就是生命的实相。可是你还没有实证之前，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读成为世论释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受用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你知道所有的这些善业恶业乃至于所有的果报都是离不开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果报也都是由它来实现，所以你就会懂得说原来因果就是这样的道理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自作自受。你要是能够理解并接受了这样的道理你对人世间的这些人事物就会比较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就比较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就有一分的解脱一分的智慧，乃至于呢你就比较不会陷入种种的情绪里面，就比较能够看得透，就有一分的智慧。虽然这样的解脱这样的智慧呢并不是实证第八世之后的解脱跟智慧，但是无妨，也是你在阅读成为世论释之后所得到的一些功德受用，也是对你的一些帮助即使你还没有实证。那谢谢两位老师的回答接下来我们就看下一题这个题目呢比较长一点读一下他是说，据慈恩传记载，就是三藏法师传两位老师应该都不陌生了他说玄奘大师曾经多次发愿求生兜率陀天弥勒内院，亲示当来佛慈氏菩萨随学种智增上慧学。那么甚至在大师舍受之后呢，有一个叫道宣律师的人呢闻见伪将军事件来告诉他说，
这个玄奘大师呢，由善业力，今见生独死多天，慈世内众，也就是生这个弥勒内院啊，闻法悟解，更不来人间。既从弥勒问法，悟解得胜，请问这个玄奘大师还会回生娑婆人间吗？什么时候回生？请陈老师先帮我们说明一下。我的记忆里面哈，就是玄奘大师在《慈恩传》呢，就是《三藏法师传》里面呢，应该是有两次发愿要往生兜率陀天哈，那个这个奉侍弥勒菩萨哈，其中的一次哈，就是说应该是在坐船啊，沿着河坐船，结果呢碰到有那个盗贼啊，有盗贼来抢了那个船，然后把一船人呢全部都带到这个森林里面去啊，然后抢了他们的财物。那这批盗贼呢，他们有一个习俗啊，就是说每年要奉祀他们的一个就是外道的一个神祇啊，那是用人来祭祀的哈。结果他看这一船人呢，就看到这个当时这个玄奘大师啊，就觉得说玄奘大师这个人长得很庄严，容貌很庄严，所以呢他们就觉得说，哎，用这个人来祭祀他们的外道的这个鬼神啊，应该会得到很大的这个庇佑，所以他们就打算要杀这个玄奘大师啊。那么就当时就是大师就是跟他们讲说，那你能不能够让我先沉浸一下啊，让我跟这个祈求一下啊，那你们要怎么样就随便你们。所以这个时候大师呢，他就很专注的一心就意念这个多帅陀天的弥勒菩萨，那当时就是发了愿啊，就是说我如果因为这样子被他们杀了，那希望我能够往生到多帅陀天去啊，去跟着弥勒菩萨呢要学这个瑜伽师地论。那这个发愿里面呢，还说呢，说当我学成之后啊，我愿意赶快回来，来度这些盗贼，让他们能够洗清他们这些罪业，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解脱。啊，这个是一次发愿的，啊，那当然详细的结果当然就后来就是这个狂风大作啊，然后就这些盗贼吓到了，就把那个玄奘大师给释放了嘛哈。那另外一次发愿呢，应该是在也是在还没有到那烂陀寺之前呐，是到了一个寺庙，那个寺庙呢供奉的是观自在菩萨，也就是观世音菩萨。那个观世音菩萨呢很灵验，就跟他求什么愿呢、都能够达成。所以当时玄奘大师呢也在那个地方呢，就买了那个花串成花满啊，然后发了三个愿。啊，就是说这个三个愿如果能达成的话，我这个花满往这个观世音菩萨丢上去的话呢，
那这些花蛮可以挂到观世音菩萨的手臂，可以挂到观世音菩萨的肩膀，乃至挂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这个脖子上面啊。那其中有一个愿，就是说他是不是觉那菩萨就问这个观世音菩萨了，说我是不是这样子，我去到印度去取经回来，能不能够顺利的，然后赶快回到中土去啊？当然就是要去解决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当时在中土所存在的那些佛法上的争议嘛，啊。那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我这样子成就的福德，能不能够让我可以往生到这个弥勒内院啊，去侍奉弥勒菩萨，这第二个愿。那第三个愿呢，那就是提法的问题了啊，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的说，这个佛性到底是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呢，还是将来才有佛性呢？结果这个玄奘大师呢，当时发了这个三个愿呢，都满他愿了，都说可以，包括说你可以顺利去取经，然后回到中国去，你可以将来可以往生弥勒内院啊，也告诉他说，哎，众生都有佛性啊。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慈恩传里面就是两次发愿，就是往生弥勒内院，就是这个。可是呢，说大师已经不回来呢，这个是就是刚刚提问里面提到了，说那个道宣律师，他那个韦将军来跟他讲的那件事情。那我个人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你看，为了要救那一船人，因为那一船人不是抢人家的钱财，然后又要杀这个玄奘大师啊，所以他为了要救那一船人，他要赶快去弥勒内院学法以后，然后要回来救他们，然后去取经回来了，也要赶快回中国去，为什么要把经译出来啊？如果玄奘大师他愿只有一个，他就是要往生弥勒内院。第一个跟大师本身的表现出来的那个不舍众生的那个心情是不符合的啦。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只要求生弥勒内院啊，没再敢扣了，没有去印度就没办法求生弥勒内院吗？为什么要辛苦的去印度呢？九死一生啊！好了，去了印度以后，你看破坏到那个整个生世如日中天啊，那还不足以求生弥勒内院吗？为什么还要辛苦的还要把经本带回中国来呢？啊，经本带回来了还要辛苦，每天有固定的进度要翻译经翻译论，每天要求自己今天没有翻译完，那就要晚上要熬夜去翻译。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哈，就是只从那个韦将军的一句话说啊，弥勒而且玄奘菩萨已经往生弥勒内院，他不回来了啦，这个是片段解读，没有把慈恩传里面，没有把三藏法师传里面整个玄奘大师所展现出来的那个雄猛的心智啊，还有不舍众生的那样的悲怨啊，没有看懂，没有考虑进去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为什么不会回来呢？每个人都有三世啊，佛教讲的就是三世嘛，那怎么会可能就这么就一去就不回呢？郭老师，因为韦将军他有的人可能会误会是韦陀菩萨，可是不是，一样不是，他只是姓韦而已，是这样。然后呢，另外呢，
他在所处的天界是在四天王天，他或许可以因为一些关系可以去刀立天吧，或是怎么样，但也只能这样的。这意思是什么？夜魔天都上觉过不去了，那何况是兜率陀天？何况是兜率陀天的内院？内院不是呢，兜率陀天天人来来往往可以进得去，不是？因为就算要进去，你也要福德了，不是说跟佛法一点因缘都没有就愿意进去，这样。然后我们就算他有福德，愿意呢，弥勒菩萨摄受他，他进去很多法还是也听不对，不一定能够懂。当然，弥勒菩萨有善巧，这就是证明呢，这是在证明说，他不可能是第一手可以听。那他知道了一些，一定是片段的。他知道说，目前没有再来哦，这也是没有错。为什么？因为没有业力怎么来？可是大家就想到，没有业力有什么？还有什么力？愿力，有愿力就来。而且呢，就像陈老师说的啊，在《慈恩传》里面已经显示说呢，玄奘菩萨的愿力是多么雄厚。有人哦，可以说四五天内都不喝水，真的没喝水。然后呢，这么辛苦，只为了去把法带回去给东土的众生，就给我们啊。你想，这要多大的愿力才能够达成？那已经很痛苦，而且一开始他就可以退了，一开始就可以回去再拿水，再慢慢走就好了。可是他不要，因为他说我已经发了愿，所以一切事已经为愿力为先导。因为他说我再怎么样，我宁可就死在这路上，我也不要再退回去一步，这样。所以那愿力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菩萨的十无尽愿也是这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知道不再来是说业力不再来，没错，因为他远在四天王天，他所知道确实没有来。那接下来呢，就是他不知道了。另外呢，他也用听的，可是我们知道啊，在呢法座上，大圣法都依正量坐定，就是呢，就是妙觉等觉，然后十地九地等等坐，他没办法进入内院，他怎么知道谁是圣人？他只能都用听的。可是许愿菩萨不用说，他一定坐在哪里？坐在前面呐、啊，这样。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本来就是圣者，不然怎么有办法把这事情理得很清楚？甚至不是圣者的人可以呢去润色未来佛的文字，谁有这么样的大胆？当这里说润色是很客气，非常客气的说法了。所以呢，这样就理解说，玄奘大师的正量当然一定很高。那因此他在听完弥勒菩萨的说法以后，就很多事情就会更清楚，因为弥勒菩萨已经快要成佛了，对啊，马上就下一尊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能根据呢许愿菩萨理解，然后开示更多。因为呢，原则上呢，你很多事情你呢没有办法完全知道，那是因为呢玄奘菩萨那时候只有修到三禅，所以呢没有在定力完全的回复状态下，没有办法做。那这样的话就是他再去加修这个就可以了，可是可能也时间也不太允许了，因为他马上又有任务了。所以呢这时候就可以透过弥勒菩萨直接说明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误解成圣是本来就成圣，只是误解以后呢知道的更多，因为呢听完法当悟道根，然后最后呢当然任务来了就要怎样，就要继续来人间啊，就入胎继续受身。因为呢唐宋时期的禅宗要呢开始广传，总是要有核心人物来啊，不管一位两位，就是要来，这样，甚至连弥勒菩萨都亲自来了、啊。
亲自呢担布袋和尚，所以如何说呢？玄奘菩萨呢就直接在那里都不来，没有愿力，然后呢也不知道跟世界上众生的报恩，报众生的恩德，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不断佛种，这个呢就是他的愿力啊。他不是只有度世间，而且是要让大家能够成就。好，这是我的看法。两位老师对显然对这个慈恩传呢都非常熟悉啊，而且非常善说。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众生的心性其实不太容易改变啊。那我们修学佛法之后，就是要把那些不好的心性把它改成好的。那已经改好的呢，当然就不要再去改它嘛，甚至要继续保持，或者说要强化它。那像玄奘菩萨这样的悲愿啊，这样的愿力啊，显然是好的，对不对？也是菩萨该有的，当然要继续保持嘛。而且他是经过长劫时间才修得的，怎么可能会放弃？那这也可以由刚刚我们陈老师所举的这个例子说，玄奘大师在印度，在中国的那种作为、那种态度啊，就是要救护众生嘛，不舍众生嘛。所以由这样的心性来看，他是不可能会舍得下跟他有缘的这个众生而不再来的啦。所以归结起来就是他一定会再来，只是什么时候再来呢？不知道。从玄奘大师那个年代到今天呢，已经1000多年了，或许他已经来自现受生很多次的也不一定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只能回答到这里哈。那其他的问题呢，我们会交由这个主办单位用什么样的管道哈，我们再来帮各位解答。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讲座，我们今天的座谈。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呢，主要就是围绕在两个人、两本书啊。那这两本书呢，主要的核心，我说主要的内容就是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那玄奘大师跟平实导师所弘传的，也是以这个第八识为核心，然后去涵盖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全面性、整体性的这个佛法。可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在成佛之前呢，有种种的这个中道性，其中有一项呢叫做不依不异。成为世论跟成为世论是也是这样，一个是古文言简意赅不容易懂，一个呢是现代白话详细解说。不一样的两部论呢，相隔千年，却是同一个内涵，所讲的都是佛陀双临一位之职。玄奘大师跟平实导师也是如此，不一样的两个人呢，却有同一个心，他们护持正法，吹邪显正，救护众生的悲心呢，虽然相隔千年，却是一脉相承，前后辉映。当然我们今天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各位知道有这样的一本新书出版了。那大家既然有因缘来参与这场盛会，那应该要好好阅读这本书，不但读一次，而且要读两次、三次，多读，而且要仔细阅读，要用心读，相信对各位一定会有帮助的，不论你已经实证或者尚未实证。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在我们这个座谈非常精彩的这个演讲，也谢谢两位老师在提问的这个时段呢，给我们非常精辟的看法以及分享，更谢谢各位来宾能够前来参与这一场盛会。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把现场交给我们主持人。谢谢三位老师，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谢谢老师们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丰富而且发人深省的对话。那我们请老师们先回到台下座位休息。如同之前的千年一脉系列讲座，我们今天的新书发表会活动之后也都会上传到 YouTube 平台玄奘文化千年路频道，请记得跟您的亲朋好友们来分享，让更多朋友有机会认识平师导师以及成为世论世这部巨作。此外，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正觉的学员，今天我们要将平师导师的新书《成为世论世》第一集当作见面礼送给您，希望和您结下生生世世的正法善缘。您进场的时候如果还没有领到，请记得在离场时跟报到处的柜台来领取。那如果您是正觉的学员也不要着急哦，再过几天您也会收到这本新书。再次提醒您，待会离场的时候请记得将填好的意见回馈单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热情参与，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再会。